喜马拉雅的首次有线上转播，所以我不太能讲以前常讲的一些不得体话。最近才发现全世界最会打的男人叫王宝强的，这是我看到以后最大的一个惊讶的。非常的精彩。节奏其实还蛮写实而平缓的，但是你可以感受到非常强大的情绪的渲染力的。但其实电影看到最后还真的有一个时刻，像我不会告诉你。谢谢各位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很难的事情啊，我很怕大家听到我开始讲之后就想信。好。